续收看《民法概要》第十八讲的播出。那么上个讲次，跟各位介绍，那么民法第五篇继承篇的前半段的一些重要问题，比如说法定继承人顺位的规定，那么什么叫做代位继承，那么因继分的规定，还有抛弃继承应该注意的问题。那么今天要继续介绍继承篇的。 剩下的两个重要的问题，一个是遗嘱，一个是特留份。那我们先看本讲次的课程大纲。那么第一个单元跟各位介绍遗嘱的意义和方式。那么第二个谈到遗嘱生效的时期以及遗证的问题。第三个单元有关遗嘱执行的问题。第四个单元特留份。 我们先介绍遗嘱的定义。那么，所谓遗嘱，就是说行为人在生存的时候，处置其死后的遗产或其他事物为目的所欲为的要事单独行为。那么，有三点要跟各位特别强调的：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，不可以由他人。 代理要自己为遗嘱；第二个，要年满十六岁才有立遗嘱的资格。换句话说，未满十六岁的人，即使立了遗嘱，那个遗嘱在法律上是不发生效力的，那就还是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，啊，不能按照遗嘱的内容来执行。第三点，有关其他的事物。 比如说，在遗嘱里面指定谁是遗嘱的那么执行人等等，那就是有关其他的事项。那么再接着跟各位介绍，那么遗嘱的方式，在我们民法里面，那么有效的遗嘱呢有五种类型，那么他们的要件，那么在课本里面都有详细的规定。 那么哪五种呢？第一种叫做自书遗嘱，就是立遗嘱人自己亲自书写的遗嘱。那么这种遗嘱呢是最通常使用的。那么它要具备三个要件：第一个要由当事人亲自书写；第二个要签名；第三个要写上立遗嘱的年月日。缺少任何一个要件。 这个自书遗嘱不发生效力。那么第二种遗嘱叫做公证遗嘱。第三种遗嘱叫做密封遗嘱。那么第四种叫代笔遗嘱。第五种叫做口授遗嘱，就是我们民法上规定的遗嘱的方式就是五个种类：第一个自书遗嘱，第二个。 公证遗嘱，第三个，密封遗嘱，第四个，代笔遗嘱，第五个，口授遗嘱。那么，接着我们再看这个遗嘱生效的规定。遗嘱什么时候生效呢？就是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。大家要注意，如果这个遗嘱呢，那么定有停止条件或者有死期的话。 那么这个遗嘱呢，在条件完成或者期限届至才开始生效。那么这是有关遗嘱生效的规定。那么接着跟各位谈这个遗赠的问题。那么什么叫遗赠呢？就是立遗嘱人用遗嘱无偿的给予他人财产的一种单独行为，就叫做遗赠。所以遗赠呢？ 不是契约，是一种单独行为。换句者说，立遗嘱人用遗嘱的方式将遗产无偿的给予受遗赠人，并不需要得到受遗赠人同意，那么这个遗嘱呢，这个遗赠就成立。那么接着跟各位介绍几个跟遗赠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，遗赠和赠与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在在个呢跟各位介绍过。 赠与契约的问题，那么遗赠我们刚刚谈的定义觉得它是一个单独行为，而赠与是一种契约。那么第二点不同，那么遗赠是受遗赠，呃，赠与人死亡的时候才生效，而赠与契约呢，一般来讲成立以后就生效。第三个不同，遗赠那么是一个要事行为。 而赠与呢，是一个不要式行为，换句话说，遗赠一定要符合民法所规定的遗嘱的那五种方式之一，而赠与契约呢，那么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。那么第四个不同，遗赠是处分，那么他死后的财产，而赠与呢，是处分赠与人生前的财产。 那么第五个不同，那么遗赠呢不可以侵犯，那么继承人的特留份，但是赠与呢则没有这样的规定。那么再接着跟各位区别遗赠和死因赠与的问题。那么死因赠与也是一个契约，而遗赠是一个单独行为。那么第二点。 那么遗赠是以赠与人死亡，而是受遗赠人的存活为要件，而死因赠与呢，只要契约一成立就生效。那么同样的，遗赠是要事行为，而死因赠与呢是不要事行为。那么第三方面，有关受遗赠人可不可以抛弃的问题。 我们刚才说过，遗赠是那么遗赠人用遗嘱所做的一个单独的无偿处分遗产的行为，并不需要得到受遗赠人同意。所以，请问，那么如果遗赠人死亡了，受遗赠人可不可以抛弃这个遗赠？那么答案是可以的。那么抛弃以后。 这个遗赠的财产，就重新再归遗产里面，再去算其他继承人继承的应继分的问题。那么第四个问题，受遗赠人承认与否的催告，那么这一点呢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跟很多地方的规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么遗赠人死亡了。 那么受遗赠人呢，并没有答应要不要接受遗赠。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呢，悬在那边太久没有确定的话，那么对其他继承人呢都会造成困扰，所以就会催告受遗赠人呢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来表示你愿不愿意，那么接受这个遗赠。但是如果在期限过了， 受遗赠人没有表示意见的话，就表示承认啊，就表示承认。跟其他很多地方呢，定一定时间催告，时间到了没有表示意见，就视为拒绝。那刚好它是相反的啊，这是有关受遗赠人承认与否的问题。那么在谈到这个遗赠的失效跟无效之前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 那么有关，那么遗赠的失效的问题呢？就是说，那么受遗赠人，那么比遗赠人先死掉了，那么这遗赠就自动失效。那么遗赠什么时候无效呢？如果遗赠是以特定的财产为遗赠，而在开始之前，这个特定财产呢一部或者全部，那么不属于遗产的话，那这个时候遗赠。 就一部或全部的无效，好，这是有关那么遗赠的失效和无效的规定。那么再接着介绍受遗赠权的丧失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那么跟继承权的丧失那五种原因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请各位自行参阅啊，这边就不再赘述。那么在接下来谈到遗赠的变换的问题。 那我们来看一个条文，跟各位说明。那么，在民法一千两百零三条，它规定说，遗嘱人因为遗赠物灭失、毁损、变造或丧失物的占有，而对于他人取得权利的时候，推定以其权利为遗赠。这是有关。 遗赠变换的规定，那么再接着看，那么遗嘱的执行。那么所谓遗嘱的执行，就是说遗嘱生效以后，为了实现它的内容而为的行为，就叫做遗嘱的执行。那么遗嘱呢，有一些不要执行，有一些要执行啊，比如说遗赠或者捐助这些是要执行的。 那么遗嘱执行的准备有两个动作。第一个，那么有关遗嘱的提示，就是说，保管人知道有继承开始的事实的时候，应该提示于亲属会议，来确定到底有没有遗嘱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虽然没有提示，这个遗嘱的执行还是有效。 但是，如果因为你没有提示，使得其他继承人遭受损害的话，你这个保管人呢要负赔偿责任。那么第二个动作，密封遗嘱的开示。啊，密封遗嘱呢是遗嘱的方式之一啊，要在亲属会议当场或公证处开示。那么要制作笔录。 在场的人呢要签名，那么同样的，如果没有开示的话，那、呃、也是有效，但是同样的，发生损害的时候，对其他继承人要负赔偿责任。那么至于遗嘱执行人的规定，那么第一点，有关指定遗嘱执行人，先看。 继承人在遗嘱里面有没有指定？那有的话，就尊重遗嘱人的指定；如果没有的话，第二个动作呢才由继承人来约定。如果继承人不约定的话，就由亲属会议来选定；如果也没有选定的话，就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来指定啊，由法院来指定。 这是有关那么遗嘱执行人产生的一个顺序，先由立遗嘱人指定，没有的话，那么继承人来约定，没有的话，亲属会议选定，再没有有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来指定。那么第二个有关遗嘱执行人的职务，第一点，要编制遗产清册。 然后交给继承人。那么第二个，要管理遗产，并且为执行上的必要行为。也就是说，遗嘱执行人呢，就视为那么代理人。第三个职务，排除继承人的妨碍。换句话说，继承人不得处分跟遗嘱有关的遗产，或者妨碍遗嘱执行人的职务。 好，这是有关遗嘱执行职务的规定。那么第三点，遗嘱执行人的更换，如果执行人怠忽执行的话，或者其他重大的事故，那么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亲属会议改选，或者申请法院来指定。那这是有关遗嘱执行人，那么。 更换的问题，那么再接着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继承篇里面最后一个重要问题，有关特留份。那么什么叫特留份呢？就是立遗嘱人用遗嘱无偿处分遗产，法律上特为法定继承人所保留的部分。 就叫做特留份。我们前面介绍过应继份，那么最后谈到特留份，这是我们处理那么民法继承问题的时候两个最基本的观念。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详细说明特留份的比例是怎么规定的。那么根据民法的规定，这个特留份的比例呢，要先。 算出应计份，我们在上个讲次呢、啊，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强调应计份的规定。那么应计份算出来以后，再分别乘上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就得出这个特留份的数字。特留份是民法为了保护继承人，给他一个最低的一个继承遗产的。 比例，也就是说，那么被继承人用遗嘱，那么对于遗产做了一个分配，如果分配的结果没有侵害到继承人的特留份，我们都尊重被继承人在遗嘱里面所做的分配。那如果侵犯的话，那么因为你的指定造成少拿遗产的继承人就是。 少于特留份的部分，可以向多拿人呢取回来补足特留份之不足。好，这是有关特留份的一个基本的观念。所以我们来介绍有关特留份的比例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要先算出应继份。那么这个继承人除了配偶以外，有一二三四个顺位的继承人，他们的特留份。 都有不同的规定，好，一个一个跟各位说明。配偶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。那么第一顺位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。父母就第二顺位的继承人，他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。那么第三顺位。 兄弟姐妹的特留份，那么它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。第四顺位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特留份，那么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。所以非常简单，那么各位呢就把这个四个顺位的继承人的特留份，那么分成两块。第一顺位、第二顺位是一块，第三顺位、第四顺位是一块。 那配偶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把它跟一二顺位的人并在一个群组里面。所以第一顺位、第二顺位跟配偶的特留份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，2, 而第三顺位、第四顺位的继承人他们的特留份都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在谈几个特留份的实例之前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 我们刚才跟各位详细说明了民法对于特留份的规定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实例呢，来看看特留份怎么算。李老先生死亡的时候有财产一千万元，债务三百五十万元。他生前因为 A 子分居赠与五十万元，因为 B 女出嫁赠与一百万元。李老先生还有遗孀 C 以及小额 D，请问？ A、B、C、D 四个人特留分为多少钱？那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过，那么这个有三种的赠与有归扣的问题。那么第一个，如果继承人在生前曾经接受过被继承人因为结婚、因为分居、因为独立营业，那么受有赠与的话，那么这要继承的时候。 要把当时那么得到的赠与的数字加上遗产，算出应计的遗产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算出来。那么李老先生死亡的时候有一百万元，那么加上 A 子分居的五十万，再加上 B 女出嫁就是结婚，那么赠与的一百万，再扣掉负债三百五十万，所以就算出来。 应计遗产是八百万，那么这时候 A、B、C、D 的四个人共同继承，所以是配偶跟第一顺位的人共同继承，那么应计份就按人数平分，所以八百万除以四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应计份是各两百万。那我们刚才说过了，配偶和第一顺位的特留份。 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 A、B、C、D 四个人的特留份就是应继份两百万乘二分之一，所以 A、B、C、D 的特留份就是各一百万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李老先生呢在遗嘱里面对于遗产有所指定，只要不侵犯到 A、B、C、D 这四个人一百万的权利，我们都尊重李老先生的安排。如果侵犯的话， 那这时候，那么 A、B、C 四个人呢，因为李老先生的指定而影响到他们拿到一百万遗产的权利，他们可以向因为指定而多拿的人呢取回来，补足那个不够的一百万的部分。好，这是有关特留份算定的主要的目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遗赠扣减的一个实例。 孙老太太死亡的时候有遗产一千万元，她的继承人仅有独子 A 一个人。问题一：如果孙老太太以六百万元遗赠给 B，A 可以向 B 扣减多少钱？好，那么我们知道这只有一个 A 继承人，所以他的应继份就是一千万元。那么第一顺位的继承人，他的特留份。 就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独子 A 呢，他的特留份最少就应该可以拿到五百万。可是这个老太太呢，把她的遗产六百万遗赠给 B，所以这个老太太的遗产只剩下四百万，所以这个 A 这个独子呢只拿到四百万。我们刚才说过，我们算的结果。 它的特留份应该是五百万，因为遗赠的结果呢，使得 A 少拿了，一百万，所以这个 A 呢就可以向那个 B，扣减一百万，所以 B 只能拿到五百万，那么还给 A 一百万来补足这个 A 呢，因为特留份子不足，好，这是一种情况。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。问题二。 孙老太太以四百二十万元遗赠给 C，一百八十万元遗赠给 D，A 可以向 C、D 各扣减多少钱？那么同样的情况，那么这个儿子呢，本来可以拿到五百万的特留份，可是老太太呢，遗赠给两个人，C 呢四百二十万，D 呢一百八十万，四百二十。 加一百八十六百万，所以这个 A 呢只拿到了四百万，还缺了一百万。那这时候一百万呢要跟 CD 可以要回多少呢？就按照比例要回来。那怎么算呢？那就是可以向 C 扣减七十万。那这七十万怎么得出来的？就是四百二十万，就是 C。 移证的部分，然后除以四百二十加一百八十，就是移证的总数额，那乘上这个 A 的不够的一百万，就等于七十万，所以这个 A 可以向 C 啊扣七十万，那么向 D 可以扣三十万，那怎么算出来的？就是 C 移证的一百八十万，那么除以总移证数额四百二十加一百八十。 就是六百，那乘上 A 不足的一百万，就得到三十万。好，所以呢，A 就可以从 C 取回七十万，从 D 呢取回三十万，那么七十加三十一百就刚好补足，那么 A 呢特留份不足的一百万的部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实例，跟各位做个综合说明。某甲有妻子乙。 儿子丙、女儿丁以及养子戊，但丙在结婚生下了 A 以及 B 之后，已经病故多年。今年甲死亡，遗留有九百万元的财产。女儿丁表示抛弃继承。请问甲的遗产应该如何继承？那我们从这个图呢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甲是被继承人，那么乙、丙、丁、戊呢就是继承人。 我们看另外一张图呢，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解答。那么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留下遗产九百万，那么乙是他的配偶，那么丙丁戊是他的子女，但是呢，这个女儿丁，那么表示抛弃继承，所以他就不能继承了。戊是养子，我特别说明的。那么养子呢，在过去旧的。 民法规定，他的应继份是亲生子女的二分之一，但是现在民法修改以后，养子女的应继份和亲生子女的应继份呢没有差别待遇。那么这个丙呢，那比他的爸爸甲还早死，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继承就有代位继承的问题，所以综合来看。 那么甲去世的时候有九百万。正常情况之下，由乙、丙、丁、戊来共同继承，但是丁抛弃继承了，他的应继分呢就归同一个顺位的继承人去分他本来应该继承的部分，所以就变成剩下由乙、丙、戊来共同继承，那么三个人，所以应继分就是各三百万。 但是，丙呢比甲早死，所以他本来应该可以继承的三百万，就由他的两个儿子 A、B 来代位继承，继承他爸爸的三百万的一份。所以因为有两个人，所以一个人各一百五十万。那这个就是有关那么继承的一个简单的案例。那么本讲是。啊。 重要的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有关遗嘱的方式的问题。那么有五种遗嘱，那么每一种遗嘱呢都要具备不同的要件。那分为自书遗嘱、公证遗嘱、密封遗嘱、口授遗嘱、代笔遗嘱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有关特留份的规定。那么特留份的算定。 就要先算出继承人的应继份，再分别乘上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，3, 就得到这个继承人的特留份。被继承人在遗嘱里面如果指定的结果没有侵犯特留份的话，我们就尊重那么继承被继承人的指定；如果侵犯的话，要补足特留份之不足。好，这两点问题呢，要请各位特别的留意。 那么，民法概要的课程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只能够简略的跟各位做一个介绍。那么，不清楚的地方，请各位参考课本。那么，祝各位那么身体健康，那么学习愉快，再会。